会的。Hello。是要换什么？是的。我不是画一个老虎。我是画一个 lion。Pretty。我昨天画好头了。今天给我画身体。你感觉这像啥？草。草。不像。花。花。你想画啥画？我不说。他现在像啥呢？哇，他现在像啥？不，啥也像。啥？像石头。是。然后又像那种，就是那种现代的那种玻璃建筑，就是什么大剧院什么的。我知道你说，就是有颜色的那个。是吧？对，一块一块那种玻璃。对，就是那种像画。那个。不要打扰妈妈画画。而且你用完得洗笔了嘛，用一个颜色洗掉。你看这个橙色上面都沾上黄了。我上回是专门的。看妈妈，你要调色。你怎么弄到这个旁边调？要不你看妈妈沾了个橙的，画了条黄的。我跟你没有橙。这是红的，这个是橙。不是，我上回转了一下是看出来是橙的。红的是。或者你可以在边上试一下去。这画这个彩色很舒服。沾你的光，妈妈也画一画。
们画到几点？八点。八点半。现在想，哦，像那啥老虎，不是老虎，那耳朵听耳的，狮子，老像花儿，不是你，狮子，不是转过来像花儿，儿子，你不，你这不就是那啥抽象的吗？抽象的。你不知道抽象派和写实派？不知道。嗯。我就没听过那两个词。妈妈还这两天背那个英语单词了，就是写实派就是画的像真的，就是英语叫 realistic。realistic。嗯，然后抽象派好像是叫 fiction。不是 abstract 是啥 ？abstraction。嗯，反正就是抽象的，就是，嗯，不是实际中的东西。你可哎，你可以看看那个毕加索的吗？他就是抽象。毕加索是画家。我看过他的画吗？不知道。抽象。行，嗯，你是要让妈说啥的，我又不知道。像啥？像啥？嗯。那我说像老虎，你又说的不对。嗯，你说像啥？嗯？你说像啥？就看着像蹲在那儿那个洞。是，我不说，你说吧。妈觉得抽象派看不出来画的是啥，就是它表达的是一种能量，就是 energy。想用那个就是七彩虹的颜色画。没出国吧？一直没出国了。没有。 Perfect。
亮出个满坑的草根。妈呀，你太激动了，那肯定要出嘛，你情绪就出去了。哼。哦，俺俩出去。Lottery tickets， 只有一张纸，嗯，然后你用一个硬币 scratch， 就有一层红色的那些，然后它有可能你可以给我钱。嗯，为啥？嗯，不用赚钱。你把硬币放到下面，用铅笔涂就能出来图案吗？我们小时候也玩，但是不知道能赚钱。不是，就是 lottery tickets 吗？啥意思？就是一张纸，然后有两层中间，然后你用那个。儿子，咱能安静点话吗？好 ，Thank you。你要想做那个什么 lottery ticket， 你可以自己。不是做跟买吗？你喜欢这个颜色？嗯，所以我刚用完了。嗯，这个蓝的刚用完。这个是一个牌子，就喜欢用这种蓝，一个牌子。牌子是 Tiffany。Tiffany？ 嗯。Tiffany 是啥？一个牌子。哦，我看过吧。没有吧。先别说了，好了。好。我其实现在就是画水呢。嗯。我现在不管出个画就行。你得扶住点纸了。呀。动什么纸？我就轻轻。能放到这儿，纸就能放中间。嗯，我就是轻轻 dip 一下。嗯哼。画高八点至少，或者八点半。我不知道咋画。这边。还能往反面画呢？你画差点吗？差点，你给我差点是什么？我们画点深颜色，画个大地。大地。大地啊，母亲。咱们拍的视频是不是太长了？
长了得15分钟。现在视频长了，人们不愿意看。我可以给咱们剪的。好，那你给咱。我觉得最后再展示一下咱俩的画。啊，我就是想啊。但是我都不能展示，我都得干了呢。妈妈的画不好看。哈哈哈哈。小学生的话，好了，应该猜一猜这个大学生的话。没有，妈妈以前没画过画，所以还是小学生水平。你那个是大学生。我才是2年级。稍微就干了。你再画好吗？哎，整个画满了呀，已经。确定画满？67%都没画满。妈妈，哎呀，洗掉了。妈妈给太阳发个怪光了。怪光。我可以加一个钢琴往你们画上。可以啊。就加一条。这样吧，这样吧。要是我没有，我进来画吗？你想往哪画都可以。不要我画啥？要不妈写会儿毛笔字吧。好呀。嗯。我不知道画什么，我就画一个。挺好，画的比妈好。这也是小画。行，让给我的画加够3道。3道。据说在有的星系里面，咱们是在太阳系，有的星系里面有3个太阳。真的？嗯。你刚给听的。Scientists will go. 那毛笔字吧。毛笔字。毛笔字。啊，我有一个办法。这可以。而且这儿有调色盘，你咋不用调色盘？这好。那个咱们没有那种。几个色？我画完这个，妈再给你买哈。这回少买点，因为要去加拿大。好吧。哇，你看看我画。那也得够你用了呀。那你看看你画。啊，很美。我朋友教我这个秘密。我没教过人。妈妈拿着那个啥，哎，你看在这儿，怎么样？
想用粗的就用粗的，你要用粗的就拿个厚一点的纸吧。嗯，为啥这个颜色这么黑呢？啊，你干啥？这是墨汁，大哥，那肯定洗不了吧？这能洗啊？嗯，拿这个能洗了吗？行，来，拿这个。哎哎，这个纸不行，这个纸往下印了，给你垫上。垫上二十。垫到这个板板上。哦，那不是。啊，那垫到这个纸上了吗？来来来，快点，要不可傻了。你这的吗，宝贝？把这墨汁给我画，你挥掉，还不知道普通话咋说。啊！不能看那个。没事。所以握毛笔跟握硬笔不一样嘛，要做的提起来，然后这个，对，手肘不能碰住桌子。我要画东西，我不要钱。其实咱们毛笔是最讲究的。就是能让你的那个感觉练的最好。妈，这是不是一个字中文里面？人。不是这个。别说话啊！我们要写《兰亭序》，看多漂亮。那是谁写的？王羲之。那是打印的吧？嗯，打印的，但是也超级漂亮。不是他是不是写了，然后打印了好几张？嗯，他是不是写了，然后打印了好几张？他写的时候还没有打印这个技术呢。真的？嗯。意思他是每一个是手写的？对。意思他用过他手写这个？嗯。你怎么写的那么好？Thank you， 因为妈妈已经照着写了很多次。124。124次。没有那么多次，要那有那么多次就写的更好。就是你要找到那个轻盈的感觉吧，就怎么写中文字？你妈妈妈妈，是见了你一个画。没事，妈妈你瞎画。那啥儿子，你提起，对，把手肘提起来，你再写一个人，就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我试一下。你试一下。你看吧，漂亮了吧？可以交给你了吗？嗯。哦，我终于接到他们。多涂点颜色肯定很漂亮。我可以用这个画吗？那是黑的吗？啊，不，我先洗一下。你刚才那几个颜色已经搭配得很漂亮了。那这不会是黑的吧？嗯，就是黑，肯定是黑的嘛。你要画就那啥，得重洗。哎，no。裤子上了，幸好我裤子。
起来之前要记得把水，你看，把水那啥，记得，儿子。嗯，那你看，幸好我穿的是黑裤子。嗯嗯。要不永远洗不下来。嗯。Oh my god! Thank you. 就要洗成白的啊！嗯，你蘸了墨汁就洗不成白的了。永远洗不成白的啊！那我永远不用这个臭笔了。这就是写毛笔的吗？啊！哎，有一个白的。嗯。还有一个，这是最后一个。你看。嗯。It's perfectly white. 哎。嗯，那个没用。一会儿也。一个人也没用过，嗯，那我也烫了。
有细的了吗？那个细的了。那个细的用过。对吧？对，那个就细的。这个用过。嗯。这个用过。上回原来在咱们姐姐，我记得没用。但是它这掉不下来黑，你就给它洗一洗就行。嗯，我还要用这个。那不是都出格了？不是，这前面有这。将来还会重画一个，嗯，将来要画一个不出格的。嗯，八点半啊？22了。没了，那姑姑。